要宣傳下咧。嗱，因為驚琴日有啲網友聽唔清楚啊。嗱，我啲醋咧就應該28號咧就到香港，咁訂嗰個朋友我哋會通知你，希望大家盡快合作啲，乖啲，10日內嚟攞，唔係過分啦，要求你10日內先嚟攞，因為唔夠地方擺啊。OK， 咁然後我哋做咗幾百支咧，咁就星期6開始接受訂購。OK， 咁啊，你哋上嚟俾訂嘅時候咧，我哋一樣順牌嘅，咁理論上就應該係，因為我哋做幾百支未訂噶嘛。就應該就呢一水攞到，咁但可能你因為啲人好誇張，好晨早嚟排隊，咁如果唔係就係8月都係順騰嘅啫，俾翻你哋訂貨 ，OK， 咁大家都係要啦，我哋均好均真啊，10日落嚟攞貨，係嘛？咁你其實大公文匯你都要檢視下，點解你哋冇人睇嘅喎？老老實實係啊，就派都冇人派都冇人要喎，嚇！唔好話買，唔好話有100萬人物，你揾。200人啊，排隊同你買都冇啊！咩排隊唔使排隊啦，係嘛？好啦，排隊攞都冇啊！呢度咦排曬長龍啦，佢呢度嗱前邊呢度排緊長龍，呢間呢個對報紙檔排緊長龍。嗱呢度啊排緊隊啦！聯合後邊，聯合後門嗰邊呢度排緊長龍，係報紙檔啦，唔會係對高達賓嗰、那個。佢蛋都蛋糕店啊，你睇，哦，數下人頭先。5點前翻呢度，